原以为遵义是秦霄贤的舒适区，没想到这是妥妥的统治区啊。路上蹦跶，那句动快直接我心巴。谁在唱歌？雪琴。温暖我寂寞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随时随地贡献名场面。三二一，看这边升级版，他直接喝水喝到饱。一个人。一个人。不是。你自己提前吧，你提前去。喝饱了吗？我一会儿不吃了。这也算是为了艺术献身了。牙套摘下去的那一刻，偶像包袱直接化为泡沫。们一起学猫叫，哪尼说话？你我我们，嘿，我们和杨迪，没有杨迪，没有杨迪，我们一起。穿最花的衣服，跳最花的舞，羞涩中还带着一丝的妖娆。在面对临时惩罚且没有伞的情况下，秦霄贤一把将弟弟护在怀里，安全感直接拉满。哎呦天！这就是所谓的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吧。谁能想到秦霄贤竟然长脑子了？我想看你胸肌。还听你的，你用什么身份看我胸肌？你想让我以什么身份来看你胸肌？我觉得咱们俩想的是一样的。情绪稳定的伊能静在这一刻直接暴躁了。咱就是说，是不是性情的可他？跟我说什么？你为啥选我？不能问吗？为啥选我？听起来有点像你。你不要选我。信音说，来呗。为啥选我？为啥选我？走。跟着徐阳学女团舞，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放手，这样，蹲下拳，蹲下拳。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，老看这个，走，这个我会。